原标题，他是北洋三杰中的龙，却一生低调不为人知，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在北洋三杰中，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名气都很大，但剩下的一位就鲜为人知了。这个人名叫王世贞。要知道，世人称北洋三杰中王世贞为龙，段祺瑞为虎，冯国璋为狗，可见王世贞的能力有多强。那为什么王世贞没什么名气呢？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低调了。据说是因为当年他年少轻狂的时候最崇拜李鸿章，但看到李鸿章如此有智慧才干，但都被世人骂得狗血淋头，从此以后王世贞就变得低调收敛了。虽然为人低调，但王世贞做事堪称杀伐果决，干净利落。曾经义和团闹到山东，正是王世贞向袁世凯提出残酷镇压，导致各路团民死伤惨重。这是引起了端郡王在义和庄王在勋的不满，他们委派了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带着王府腰牌面见袁世凯，要求袁世凯允许义和团在山东操练。这下袁世凯骑虎难下，他眼下袁世凯的幕僚们却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，还是王世贞站了出来。王世贞给来者安了一个盗窃王府财物之罪，将大师兄为首的一千多人全部斩首。等到王世贞回来复命，袁世凯居然还没散会。之后王世贞让袁世凯说，腰牌是江洋大盗从王府中偷出来了，现在可以把腰牌封起来送还端庄二王。如此杀伐果决，让袁世凯惊叹不已。后来八国联军入侵，一路上烧杀掳掠，唯独到了冀鲁边界停下了脚步，就是因为当年义和团运动时期，山东在王世贞的保全下成为了外国传教士商人的避难所，所以八国联军到山东边上就回头了。可见王世贞当年保护外国侨民的行动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可。展开全文，但人非圣贤，王世贞也有自己的问题。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皇派，溥仪退位后他就不遗余力地帮清史争取优待条件，后来还以辞职来证明他对清廷的忠诚，最后还是段祺瑞把他骗去了北京，他才不得不重新任职。王世贞一生行事低调，为此还闹出了笑话。有一次秘书给他在戏院安排了一个总理预留席，王世贞刚坐在椅子上就被戏院管事的给轰走了。因为管事的看这个老头土里土气，绝想不到这个人就是总理，王世贞也不多言就自己离开了。管事的等了半天位置一直空着，这才反应过来那个老头就是总理。王世贞临终前曾立遗嘱，希望国家和平统一，他自己保障即可。只可惜王世贞节省下来的财富都被他的三姨太杨氏席卷一空，随即逃跑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